陈晓、刘亦菲主演古装剧《梦华录》官宣定档6月2日，引来不少观众以及粉丝的期待。《古梦华录》是难得的古代女性视角，上一部纯女性视角制的高质感古装还是赵丽颖的《知否》，但是这已经是2018年的电视剧了，这几年都没有再出现更好的作品，观众也是心痒难耐。这部戏由刘亦菲、林允、柳岩三位领衔主演，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是一位在被未婚夫婿抛弃的大家女子，因为夫婿高中探花而另寻高枝，不甘心的赵盼儿就上京讨说法，在这过程中又救下了骗婚被虐待的好闺蜜，这个好闺蜜就是林允饰演的宋敏章，两人在一起后又救下了婚姻不幸跳水自尽的孙三娘，这个角色是由柳岩饰演，三个女人的一台戏就由此拉开序幕。陈晓作为这里面目前唯一出场的男性主演，他并没有太多的介绍，但是从路透来看，陈晓饰演的顾千帆与赵盼儿有吻戏，可以看出感情线的分量不轻。陈晓也是早期古装猛男之一，这颜值搭配真的要喊一声好配。陈晓演的应该是女主角唯一的真命天子，连个情敌都没有。刘亦菲，她作为顶流级别的一位女艺人，她是很久没有担任过影视剧的女主了呢，但因为她的颜值是内娱的天花板，如今穿上古装造型后依旧是很惊艳，就有着以往的一个熟悉感觉，所以这次终于有古装剧杀青，对她的表现是很期待的。往事如惆怅，生死两茫茫相望，人心伤痕未大家对于《梦华录》这部剧全阵容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小编哦。尴尬啊，没有提示啊，我以为有啊。好的好的，是不是有个道具？快快快！对，我们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从今天开始，永安楼茶库，是叫永安楼茶库都可以啊，说错了啊，你说的都对，对对对，什么茶库？赵氏茶库啊，赵氏茶，对，赵氏茶库从今天开始开张了，星期五常心